从出发心到成就的这个的内容来思维。那第一个就是要思维诸佛，要能够了解十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初始发心具菩萨性，亦如我今终成正觉为无上尊，以此缘故发菩提心。那这一句呢，主要的就是要思维现在十方三世这个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十方就是东南西北那么东跟南中间有东南那南跟西中间有西南，那西跟北中间有西北北跟东之间又有东北所以叫做四维，然后加上这个四端，然后再加上上下，总共有十方。就是我们一般把方向呢大概就是做这样的划分呢，所以叫做十方。那三世就是以现在为一个时间点，那现在以前就是过去，那现在以后未来的就是叫做未来，那就是未来之后的这个时间呢那用三世呢，就是用时间性的，那十方是以空间的这个方向的那表示所有的时间在各个地方的空间所成佛的这些诸佛他们也都是一样是从发菩提心开始的。那当他们在初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基本上呢，他们也是一样是在众生的境界的，他们也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就是也是有贪嗔痴烦恼有这样子的烦恼性，可是呢，他们都已经终成正觉为无上尊，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从众生的这样的境界，然后呢，来修正到现在是成佛的所以成等正觉，然后呢为天人师表他是无上尊，等于是在整个的法界里面，他是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最大的觉悟者所以思维诸佛跟我们一样，是从众生而来成佛的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来发菩提心。那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说法呢我们也常常会以中国的圣人来作为我们学习的目标就是说中国人最这个尊重的圣人呢就是尧舜所以常常会说尧舜者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说那尧舜也是普通人而来成就他的圣行那所以呢，我们应该也是可以去学习，也是可以去成就那佛所走的路也是所有众生都可以走的路所以用这样子来思维，说佛他也是众生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是众生，所以我们也应该来发菩提心而成就像佛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果。那第二个的思维诸佛的内容呢它是落实在诸佛的这种发心以后的勇猛精进所以这边说二者思维一切三世诸佛发大勇猛，个个能得无上菩提，若此菩提是可得法，我亦应得，缘此事故发菩提心所以第二个的思维
就是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啊，他们是发大勇猛，也就是他们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呢，是勇猛心在发菩提心的。也就是说，他已经看到说，哦，众生是苦啊，那不愿意再沦为众生，而愿意就是勇猛直前来啊，成就这个菩提心呐，啊，所以呢，每一尊佛他们都能够证得无上菩提。那在这一点，思维诸佛的这种勇猛证得菩提心的这个思维的内容的特点呢，是在于说菩提是可以证得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众生所具有的菩提心，它是真正可以成就的，啊，那因为这样子呢，就是以诸佛为实力，所以我们也要发菩提心，啊，就等于是说我们世间的人呢，啊，他为什么会喜欢去这个山里面呢，啊？啊，煤矿坑呢，啊？啊，他去采煤矿啊，去采金矿啊，啊，银矿啊，啊，那他就是知道说，哦，以前有很多人，他们就是把这一些啊，这一些的这种矿物啊，再把它提炼，提炼了出来以后啊，啊，知道里面它是有铁啊，有金有银的成分啊，所以他就知道说啊，他去这个啊采矿，他就可以啊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啊成就的。所以我们众生的心就是啊，诸佛呢已经让我们啊有一个印证啊，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我们同样的这个众生的心，它是具有佛性，就是佛的啊的这个菩提心啊的这个成分的啊，所以这个成分是确实是有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发心而去成就，所以应该要发心。那第三呢的思维诸佛的内容啊，它是从诸佛啊他们所发的这个菩提心呢，它也是啊经过累劫的苦恨而来成就的，所以也应该发心啊。那经论里面所谈的是说，我们思维一切三世诸佛发大明慧，于无明确中建立圣心，积极苦恨，皆能自拔超出三界。我亦如是，当自拔济，缘此事故发菩提心。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说明啊，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当他们发了菩提心呢，他是要发起无上的智慧啊。所以这边呢，就是譬喻这个佛的智慧啊，就好像是大光明一样，所以叫大明慧啊。那这个大明慧呢，它是在佛还在众生的时候，它是无明的啊。所以这边是从无明的这种众生可以成就为大明慧的诸佛的境界，这个过程呢，它是经过啊积极苦恨啊建立圣心来成就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佛是经过这一些累劫的修行而来的啊。那这个部分是让我们也能够啊鼓励自己啊，就是佛发心啊，它是有啊一个啊修行的过程，是我们应该啊落实去学习的。所以呢，佛能够在啊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里面啊，它能够啊就是超越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也要思维诸佛所行的苦恨呢，那我们来发菩提心啊。所以每一个思维
就是一个啊助缘。所以当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啊，那我们在过程里面呢，那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这些挫折啊，那我们也要知道说，那佛也是这样子苦恨来的啊，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去发这样的心。那发这样的心，我们就不要怕在行菩萨道的这样的过程啊，而为苦而退转啊。好，那第四种呢，也就是思维诸佛啊的内容，它是要思维一切三世诸佛为人中雄啊，皆度生死烦恼大海，我亦丈夫亦当能度，缘此事故发菩提心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在强调说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呢，他是人中雄啊，是譬喻为就是人之中的啊，就是英雄啊。那这个雄呢，他主要的也就是说啊，他是可以教导众生的啦啊。那他们都是度生死烦恼大海啊，就是已经能够将这些啊造成众生轮回生死的这些烦恼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啊，众生他为什么在轮回生死之中呢？主要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心性的这一些的啊执着啊，那这些就是烦恼啊。佛法禅谈的烦恼，主要的也就是说，它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啊，就是解脱这个烦恼本身的执着性啊，啊，就是变成我们自己啊，以为是一切的事物都是这样子的状态啊，所以造成我们心没办法看到事物的真相啊，所以这些呢，它就让我们一直都是在一样的这种习惯里面去轮转，所以叫做轮回啊。那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呢，我们等于就是一世一世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样子叫做生死烦恼大海啊。那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他本来也是在这些烦恼之中啊，可是呢，他都已经是啊超越了啊，都是解脱了。所以呢，佛为人中雄，那我亦丈夫亦当能度啊。所以这里呢，也就是表示说，当我们要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思维诸佛，就要把啊佛他也是从众生中而能够去成就，那我们也是啊丈夫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呢，都称说能够学佛修行就是大丈夫啊，所以像出家人啊，女众的也是叫师父啊，就是以这个丈夫啊来称呼啊，就是表示的就是说能够承担的人呐啊，所以这样的丈夫呢，他是啊。是对于说对于自己本身的这种啊绝对的能力是有信心的，能够承担落实的啊，就不是一般世间的说啊家庭里面的啊夫妻之间的啊丈夫啊，他是指的是大丈夫啊，是有承担的力量。所以因为思维一切诸佛啊，他们也是度过生死烦恼大海而成为人中尊啊，人中雄，所以我们也应该啊要发这样的心啊，所以呢，缘此事故发菩提心，所以呢，用这样子的思维方式啊来对照诸佛而发菩提心啊。那第五个思维诸佛的内容呢，是要思维一切三世诸佛他的发精进心。所以要发菩提心，所以在这五个里面第五项呢，就是实际的来思维诸佛在大精进的这种修行里面，它是能够舍
身、舍命、舍财而求一切智，也就是对世间所最重视的我们的肉身啊，还有我们的命啊，就是身跟命，还有我们外在的财啊，世间所重视的这三样啊，他都能够舍弃。那舍弃以后要求的是什么？是法财啦，啊，所以说是一切智。那一切智也就是佛的智慧啦。所以呢，因为思维佛在修行的过程，他的精进是能够舍弃世间所重视的，而求世间所没有的啊一切智的法财。所以呢，我今亦当随学诸佛，缘此事故发菩提心，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有就是在发菩提心真正落实，啊，要能够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助缘，啊，所以要有十法的基础，然后要有四种的助缘，也就是要第一个是思维诸佛，啊，他们累劫所修的过程，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说啊，我们也跟佛一样啊，也要从众生来成就佛的啊殊胜的果，所以要发菩提心。阿弥陀佛。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在诸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又继回归佛陀本怀，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将佛法传扬于社会，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实、护生等的慈悲理念，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照破黑暗，传灯无尽。会务介绍：护持弘法，培育僧才，僧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统一编号8751-5434。通讯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服务电话：0398993199。随喜：www.lifetv.org.tw。斜线 A D A T E 斜线 S U S T A I N 点 H T N。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新春祈福，恭送金光明最胜王经，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佛前大供，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2011年2月4日大年初四，2月5日大年初五，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0，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屏东妙云寺、高雄生命书坊联合举办消灾祈福法会，即礼拜弥陀宝忏、护生、蒙山施食，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
日期2月6日正月初六星期日上午9点半，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21232307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Thank you.
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